认识他吗？我没，他不是我姐。哦哦，你这样子啊，哦。而且刚刚还有。王正杰，谁在抓你？我哥哥。你哥哥哦，他也读这里吗？为什么会有？他是他当鬼吗？对，我等一下不要抓你，我是小丑。你是小丑哦，啊！我打没回来哇哇哇！鬼来了，鬼好大力哦！哥，啊，出发了！没有，我有跟他玩过。你有跟我玩过树叶是吗？我没有玩过，只有用什么树拔起来的那种。树拔起来是哪一种？什么树拔起来，然后一起拉，看谁的断了就输了。哦，比较细，这样子勾住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细，然后拉了就细细的，那么小的话就输了。然后那个叫做炸酱草，就是幸，对呀，啊，幸运草。那你有找到四个叶子的吗？没有。要很幸运才可以找到四个叶子的。我们快去找吧。啊，这里有吗？这里好像没有种那个吧。在那边有树叶。叶，够。